彩铁宜兰童玩节，侯市长手挥的有多大力，水枪大军伺候就有多猛烈。我比较凉，还凉的。要跟着一起啊，就凉凉，很开心。征召后首度进军宜兰，遇上新北游客，先来张自拍照 ，Gaming Five 一个接一个，侯友宜、游园、游程大进场。踏足宜兰，锁定青年选票，走访农创园区，面会在地青年，只盼拉近距离。你和我，却没料到转个弯，柯文哲签名就在墙上，连这里也被捷足先登。侯友宜硬是爬上椅子，签的比柯文哲还要高。市长，你有发现柯文哲的名字在下面？我看到我的。不仅侯友宜眼里只有自己，因为传出蓝营高层要柯文哲无条件投降，而且还不排斥侯柯配。前立委邱毅听了爆气发文，质疑侯老三民调大幅落后，凭什么要人家无条件投降？既然党主席要组非绿联盟，就别打假球，干脆九月让郭侯柯协调一家民调公司，支持率第一做正的，老二做副的，吊车尾从旁协助，或征立法院长。各位，如果你跟人家合作，你会说出这样的话吗？所以这个是，我觉得这好像不是一个要合作的态度，所以这个我们就听听就好。大家一起努力，因为柯文哲不在这里，我谈这个事情对他是不礼貌的。就算柯文哲三个字近在眼前，侯友宜也是视而不见。镜新闻徐荣佑、许家瑞采访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